哇！哇，这么湛蓝湛蓝的湖水，就像镶嵌在天山上的蓝宝石一般。没错，它就是美国著名的火山口。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，赶紧跟小花一起来看看吧。它就坐落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火山口湖国家公园里面，距离我们大温哥华地区900公里左右。因为是国家公园，所以要收门票。我们今天是从南门进入，票价是每辆小车30美金，摩托车25美金，行人15美金，7天有效。进入公园大概几分钟车程就到达了访客中心，你可以来这里详细了解一下有关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的详细信息。10分钟左右就到达了第二个访客中心，也就是山顶停车场。来到这里就可以正式看到火山口湖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花，我现在已经到达了美国火山口湖这条。这个火山口湖以其深蓝色的湖水和很高的透明度而闻名，是在7700年前的马扎马山火山爆发时候形成的，最长9.7公里，最宽8公里，最深处达到655米，是全美国最深的湖泊，在世界上排名第9。每一年吸引着全世界各地无数的游客前来打卡。围绕着这个湖边有很多小径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这个火山口湖。最奇特的是，在这湖的一角还有这一个小岛嘞，取名叫乌斯岛，有意思吧？而且围绕着这个火山口湖还有一条非常漂亮的公路，公路边上也有很多观景台可以观看这个湖。山顶公路上的风景也是非常的不错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高山湖泊，四周被山包围。在这个湖里可以划船，也可以游泳。这么大一个湖，只有一条下山的路可以直达湖面。山顶上的视野好开阔，景观很壮丽。一直往前开就到达了下山的小径，就是这一条步道。想来停车场找一个停车位都很难，还好我们等了20分钟左右，终于等到了一个车位。这里有洗手间和卖船票的窗口，想租船都在这里买票啊。租船的票价2个小时，大人48，小孩33。去乌斯岛的话就是60哦。我们不去坐船，从这里下去走步道。哇，这样一条山路，这样下去，下到湖边去看一看。哇，英雄妈妈对这个小 baby， 哇，这小 baby 多幸福啊！嗨，哇，就这样一条山路，山石路。这样拐下去，拐到湖底，要下到这湖底要25分钟，上去可能要35分钟了，一来一回要1个小时了。我们下到湖底去看一看，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火山口湖，摸一摸那个冰凉的湖水，看一看。滑上一条路，只有一条路下到这个湖底。好高啊，那个山，那个山上下来要走25分钟，下到这个湖底。这
这都是刚刚游船回来的，上岸的。啊，这个游轮啊，绕湖一周啊，要30-40块钱船票。哇，湖边已经坐满了人了啊，都在这里玩水了。Hello， 下到这边了，小胖，哇，好重啊，好轻啊，这个水啊。哇！哎呀，这个跳下去啊，厉害了！最后沿步道返回到3点停车场。火山口湖又到达北门了啊！我们先从南门进来，现在从北门出去。哇，这么晚了，3点钟还有这么多车排队进公园呢。看哇，这对面车道都是排队进公园的。下午4点钟。如此壮观美丽的火山口湖，就算打卡完成。最后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行驶0.25英里后，向右转。那这个公园地带必须要下载一个离线地图才行啊。公园里面没有网络啊。向右转。